小时候最爱的零食就是科学面，这个是香葱鸡汁口味的，吃之前呢一定要把它这样捏捏。但我好像比较少看到香葱鸡汁口味的宣传呢。香葱鸡汁口味好吃哎，不是没宣传，是好吃到没时间宣传，好吃哎。嘴馋的时候最适合来一包科学面。小明哥，你要送什么？我会送啊。叫不出来。好多口水哦，不吃了啦。这一块就要留给你吃了。不吃了啦。这是我口水长大的，怎么样？好吃哟。今天是五月的第一天，我们来吃卷豆腐。怎么那么常来吃卷豆腐？我们呢，只要不知道吃什么，就来吃卷豆腐，比较不会踩雷。但现在下午的时间，所以我们也没有排队，我们就直接入住。就是我们点了泡菜小豆腐。有在韩式料理店工作过，他们点牛肉的，然后后来我发现他煎的汤肉味蛮重的。我们上次有讲过说来要点海鲜啊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我们来点，然后我们就说，海鲜好像比较香，比较甜，所以我们这次还是点肉啊，好好笑哦。现在是来接着点海鲜，因为它海鲜的汤呢会比较清甜一点，不会像有煮肉会有一些肉末肉渣的感觉。这边会有海苔，然后就可以拿来包饭吃。哇，太脏了，太大了啦！没有人吃那么大，你在生菜包肉。可以搭配我们中间酱料一起做肉。这个呢是我们的海鲜煎饼，然后这是厚的，薄的就是比较脆。但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厚的，它里面海鲜料非常多，刚才沾酱就会一个鹅啊掉出来。今天来星光主要的目的就是吃 Coast 呀。这个蛋糕太可爱了吧！布丁狗，还有美乐蒂，还有这个现在小朋友最爱的角落生物。我点了一个饼干超载了，跟芋来芋来。店员主动拿水来，因为吃这个真的好甜啊！偶尔吃可以，或是两个人吃可以，爱吃甜食的可以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孙娜生日，有欢喜吧？孙娜生日就好。母亲节快乐！各位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尴尬的阿姨，尴尬哦，很浪子哦。阿妈，你敢不知道惊我生气？哎，真哦，你不知道哦，你都知道吧？知不知道哦？好，提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等一下，大家把蛋糕都吃光。哦，是哦。再来就是阿妈胖十公斤了，我不可能瘦十公斤了哈。好 ，Thank you。谢谢阿祖。啊，好多口水哦，不吃了啦。你看这一块就要留给你吃了。不吃了啦。这是我口水长大的，怎么样？好吃哟。生日母亲节快乐，这个要拿起来。我刚也以为还是巧克力，切蛋糕。收到生日礼物，鞋子。他居然是喜欢这种的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不会啊，就是复古风啊。小明哥，你要送什么？我很喜欢送他回娘家。还叫我问他要送啥？送我东西啊！这假的是你的价钱？没有，一人两百，除以两百。你身上没钱？有啊，除了一点。好假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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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定同一个时间去啊。And I'm on my way back home. 现在换 iPhone 的快闪 ，Amazing！ 最近要不要再加期呢？因为艾波这几天呢有接触到阳性个案，我会不会永远没办法内用？一直加期，一直加期。因为像定格了，我都快被快筛天后了，哪有那么夸张？就是会不会跟上一支影片一样呢？好紧张哦！这样就是没有吗？你要等他一下吧，好像要过十五分钟开始追逐。真的？哎，就不要再开玩笑啊！阳性。笑不出来了，真的是黑黑的，笑不出来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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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之前是十加七，然后我现在已经到了第四天，我再过两天就可以内用了。哎，还要再加几天呢？刚刚火鸡这四天去高雄跟台南，打电话叫他不要回来了。你在笑屁、啊？等一下，这个是蛮好笑的。哎、欸，我天，哇，好好笑哦！越来越明显了。对啊，好荒谬。为安全起见呢，我也来筛一下。重点是我前几天才快筛，今天应该不会出事吧？发现大家快筛都变得很熟练。那现在艾波呢，要去检疫站。我是金额骑车，还有阿财站。啊，不是啊，什么意思？意外还有阿财站。刚我跟陈怡讲说艾波也确诊，然后陈怡竟然说出来混总是要换的，之前艾波煮给你，现在换你要煮给艾波，笑死。我的结果出来了，阴性。现在艾波正在查他要去哪间医院，跟那个礼拜前的样子蛮像。对啊。买了一些运动饮料给他喝，因为艾波的症状好像比我还要明显，他有发烧、头晕，还有这个耳温枪，让他量一下体温。然后买了一罐酒精，因为上次的都差不多喷完，买个酒精擦，还帮艾波准备了。红胶伞，因为他说他喉咙爆痛，痛到不行吃的那一种。然后中午我想说要买东西给他吃，他也说他吃不太下，怎么跟我那时候症状差那么多？那时候是食欲超爆好。拿一些这个威德，如果他吃不下的话，还是要喝一下，至少要补充一点营养。我现在拿去他房间外面给他。现在呢，已经到晚上了，然后菜已经来了。我想说，艾波之前都把我的菜用得那么漂亮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把外带也摆盘一下，让它拥有一下仪式感。这太小了。现在是五月二十号的下午三点多，要跟大家讲一件非常好笑的事。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吗？就是，阿彩确诊了，好笑哦。但他不是接触我被我传染的，因为在他确诊的时候呢，我已经一个礼拜没有跟他见面。现在呢，就是要去买一些他的生活用品。今天也太热了，我来到水南这边的日和中医，我已经拿到了，但是为什么？他都要640，好贵哦！我那时候只要挂号费100块而已，他只给他三包而已。Amazing！ 切好了。刚刚那个帮我切肉的师傅很好笑，我刚想说我最尾巴那个骨头不要，然后他就说好，那你要切几块？我说那4块。
他说没办法切那么多块，那你干嘛问我？就按照你自己切就好了。结果他还是切三块，哎、欸，有差吗？笑死！挑了七颗奇异果，买了两大袋东西，买了1500多块，啊，好重哦！好好笑，还要把阿财领货，笑死！快递小弟一点。买了这个愈合包，本来想要买这个绿葡萄，因为我每次来都会买，就它好像都放太久，然后有点过熟了。然后它放在试吃那边，看起来超新鲜的。后来我买紫色的葡萄，买了一个辣味醋萝卜，感觉是偏韩式的。看到这个感觉很好吃，它是鸭胸，想说它分量比较少，因为我们刚好看到一个黑蒜鸡汤，我蛮想喝的，但是煮蒜应该一大锅。买一包韩式冷面，然后这是四宝路229块，还蛮便宜的。其实加入购物车，疯掉，马德莲20个349，平均一个大概17-18块。要买吗？买买买，为了拍给你们看。评鉴它到底好不好吃？买了之前就很喜欢买的益美厚奶茶跟杨枝甘露。